各位嘉宾大家好，来自埃及的问候，来自埃及英国大学毕业的问候，很荣幸给你们过渡一下吧。我是埃及，我是 Prof 哈桑 Ragab， Chinese Studies Professor， 是埃及人，是埃及汉学家，是那个毕业的中文系的学术人，也是埃及中国问题专家之一。 我今天的发言的题目关于那个汉学跟那个科学和学术评委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。因为有了很好的评委标准，才有了很好的研究者。因为我觉得那个研究对那个国家的那个进步有很大的作用。那个评委的标准应该有。 客观性、公道性，有了很好的客观性，肯定才有了很好的那个论文。所以呢，这个问题很重要，离不开科学。谢谢。